网络一线牵，珍惜这段缘。欢迎关注鲤鱼打挺疼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这周末啊，这编辑部就发射了，就不计扣去参加了这个粉丝嘉年华。北京那雨下的，跟萧敬腾来了似的啊！但他粉丝呢，却是实打实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呀！不计扣呢，就直接杀去了明星专访间，面对面的跟明星过招。来，今日评论一题，独家挺腾粉丝嘉年华明星饭圈用语知识竞赛，现在开始。挺腾粉丝嘉年华，那就是来看明星和粉丝互动的地儿。所以我们抛出的第一个绝杀，那就是检验明星究竟懂不懂饭圈。来，饭圈用语大调查，请听题。根据现场明星的回答不同反应，我们首先请出的是一头雾水、泪要擦干眼泪，实诚回答派。入坑就是掉坑里了。入坑掉坑里了呗。入坑肯定不是上厕所的意思。什么怀孕的妈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是不是有点土啊？你们这都哪国的话？舞台 solo 是什么？真是不懂。我 out 了。喜欢我事业的和喜欢我妈妈的和喜欢我女朋友的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接下来是一头雾水，但要假装镇定，放飞脑洞派。舞台就在台里边就开始 solo 了吗？就是真上游，就我就是母胎 solo 赢了的嘛。母胎 solo 就是随便的来一段 freestyle 之类的，就是爬到墙头看一个喜欢的人。最后呢，就是百发百中派，堪称行走的饭圈老司机的张若昀。啊，就是喜欢上某个人，说他以后会有某个工作或者某个代言或者某个戏之类的啊，暂时性喜欢。事业粉就是很关注你的事业走向，亲妈粉就是很心疼，女友粉就是想、哎呀，第一次不用舔屏就和这么多明星同呼吸，不计扣那就说了，忒爽，忒激动，脸都忒小，皮肤都忒好，切身感受明星啊，性格跟屏幕上差老多了。哎，他就顺手给捋了八项大奖啊，首先是这个年度巫妖王，是你没跑了奖，获奖者是张若昀。采访之前啊，不计扣那是兴奋的，是腼腆的，张若昀超棒的演员。结果我们忘了他曾经是我们巫妖王大赏的榜上之星，他在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、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又开车了啊。前两天去录节目，吴磊戴了一个鸡头的面罩，然后我就说吴磊你就是一只鸡，他说那你是谁，我说我是你爸爸，然后我说完就觉得自己不是很对。来，下面颁发第二项大奖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，你在为什么奖，获奖者杨子。饭前用语，饭圈打空，打call啥意思，入坑，我觉得是我的问题还是磊们的问题，每次跟你们这个采访都是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一次次磕磕绊绊没事儿，我们和杨子携手共进，鲤鱼打挺疼，我现在记住了。第三项大奖，最佳隐瞒年龄奖，获奖者是秦俊杰。哈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换上一身帅气西装，说说我们这个年纪不该说说的段子。墙头草两边倒，用着我们这个年纪不会使用的词汇。我喜欢用自己一些比较玉树临风的照片。他就是秦俊杰。3、2、1，在这次采访中让不计扣捂脸爆哭的是邢昭玲。在现场噪音不停中断采访的恶劣环境下，他坚持着一次次被打断，却又一次次坚强的想要接上。等会儿，这个声音没了，这个我知道应该墙头就是意思，可能同时，本来你是喜欢墙头就是，哎，好了，就是墙头的意思，可能就是本身你喜欢这个人，但是你还可以突然看到这个人，比较不错，也会喜欢这个人。对，他的坚持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，演技表演更是为剪刀手姨娘提供了极佳的剪辑素材。我高冷的人设已经崩盘了。所以请让我们为他颁上真的挺腾记者奖。好了，现在这个颁奖典礼已经过半了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卖萌解决不了的，叫恭喜小鬼。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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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's up， 这里是 AKIMP 小鬼，然后要说啥来着，我夹的会有印子。
来，下面揭晓第六位获奖者啊，他获得的奖项是这个撼动少女内心的钢铁直男奖。最喜欢的表情包，他不走寻常路。就是下载了那些哪个表情？微信里下载的。具体哪个表情？还有一些乔杉呢。对黑粉的态度是 no cares。如果有人黑我，我对这帮黑粉的看法是没有看法。为什么要怼他？他怼你了呀？怼我的人多了。强悍的荷尔蒙使他致命的魅力。你觉得你在粉丝的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？一个比较高大的男人的形象。让我们再次恭喜黄景瑜。恭喜第七项大奖，真正的男人从来不掩饰内心奖获得者彭昱畅。网络情缘一线牵，珍惜这段缘。大家好，我是彭昱畅。作为一名正常的成年男性，想要拍吻戏，他直说：“我没拍吻戏这个事情，搞得人尽皆知。虽然是我自己说的，但是挺好的，说不定他们这样说一说，以后我拍吻戏了。”你们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去拯救世界啊？暗中观察粉丝，他直说：“现在浏览的还行，因为最近不是出了一个什么可以看到最近访客吗？啊，那天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不像我，总是暗中摸头。”从不留名。亲爱的小懵懂们，本届挺腾粉丝嘉年华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。让我们对所有的获奖者都表示衷心的祝贺，没有获奖的也请不要气馁，再接再厉。想看谁就在下面评论转发我们这条鲤鱼，我们通通会实现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挺腾演技大赏撕心裂肺的一期啊，约吗？我拒绝。